现在这个疫情期间，我们三个人穿着短裤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哪里？淡水，哎，我们要去骑脚踏车。我们平常这个车骑重机骑腻了，太无聊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转换去骑脚踏车。我们骑什么 ？U bike。刚刚吃完东西，现在呢？哎，我们要骑到哪里？淡水啊，淡水。给啊。哦，好，我们骑到淡水，从汐止骑到淡水，大概几公里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三四十有吧。三四十公里哦。其实我原本今天是没有要出门的，我是被他拖出门。我拖你出门啊！你不是要运动？我原本我是要去找你去潜水，怎么变骑脚踏车？好了，反正不管了，等一下就是运动啊！给我卡不带？有啊。哦有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就 BB， Let's go。35公里，35公里。同你的悠悠卡很久没用了。哎，敲一下你们的战车啊！你看这边一大堆。我就这台啊，这台坐高感觉跟我蛮。坐高，现在开始在挑坐高。这应该不会骑到老累。我都已经租好了啊！我都租好了，你在干嘛、啊？没会员，干你们这些菜鸟，还不叫学长？我上一次骑悠悠卡都已经丢去哪？你骑脚踏车骑最远骑到哪里？淡水哦，哦淡水啊！啊，凭着你的淡水啊！淡水，没错。好了，那我来体验一下第一次淡水。其实蛮好骑的、欸，这里。我们不一定要到淡水吗？骑脚踏车看起来也好、啊。闭嘴啊！来哦，旅行开始了，自行车道往内湖，准备好没？现在在汐止。江北二桥，这里就是江北二桥。我们找了很久。准备好没 ？OK 啊 ，OK。OK， 好，出发！出发！Go！ 没想到我可以消失，那我就换你的车。消失你妈啦！啊，你不是骑脚踏车很行？我很行，我没有讲过我很行。你不是说你以前脚踏车队的？我哪有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不是说你以前尬公务车那种？狗屁！没有这种事，好不好？你看这样偶尔出来骑骑脚踏车多开心啊！看、啊、我好希望拍到有人累惨。不要臭嘴哦！臭嘴啦！你们两个在一起都没好事。天，我感觉你等下会累惨。你看那边那个，都帮你挖好了。干嘛流汗哦、喔？我家就在这，我先回家了。现在这里是同心路，同心路还在汐止，骑半个小时没啊？半个小时啊？你如果现在回去，你就不是个男人啊！我无所谓，我天生犯贱，不求上进。打肿，没用的人哦。现在要到我们的南港喽，看天气真好。偶尔出来这样骑骑脚踏车真的是很棒的。我决定我要在我的所有社群上面 IG 啊，我的 FB 上面发起一个号召，大家一起出来骑脚踏车，节能又环保，然后骑 U bike 哦。然后我会指定一个站这样，然后大家就是在一个站这样牵车，我们大家一起骑，加油！干嘛？你不行哦！他妈这样都要休息，你也太菜了吧！
第一站这他妈什么鸟地方啊？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哦，边骑脚踏车又边拍片，很难上加难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就遇到我们的状况一号，那里是旧庄。哦，那里是旧庄。我们要走那边。哦，我们要走那边就对了。过去那边之后，你要这样子爬过去，然后过去之后，然后要到老河街才可以跨回去。不要啦，我会走那边，我不会走这边。真冒险啊！可是我觉得走那一条比较有在骑车的感觉。就那条啊？对啊。什么没蓝趴？什么没蓝趴？刚才你妈的一直在那边叽叽叫的。我不要，我要回家。他妈的小朋友，操不音呐，鸡掰，滚呐！总而言之，我们的状况一号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要走的路呢是在对面，所以我们要往回走，然后走另外一座桥，跨过去对面。所以要去淡水，一定要走到那个松山，对不对？好。哇，真的好累。哇，边骑车边滑手机呢，他那死胖子的呀、啊！要快的时候不快，妈的，不要快的时候妈一起快。好，开始追喽！冲！好，各位恭喜，我们现在天色渐渐已经暗了，现在刚进入了松山。对吧？快到了，老河街那边啊，那个就是到了，那边嘛，那个庙，那个庙就是老河街的那个庙，路口那个庙。我们要骑到淡水做捷运，哪有那么轻松啊？那么轻松，谁要看啊？多无聊！只要看这样的片面。你等下真的很想脱衣服？不行，我不爱观感，现在被黄标。是不是我很壮，好不好？你他妈，你有魔胎？你很壮，魔胎呀、啊！我很壮，好不好？很壮，壮巴啦！好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出发，出发！加油，加油！松山，松山！好，现在我们到内湖喽。内湖灿坤。内湖灿坤，然后我以前工作的地方。对啊。真的？总部啊！我以前都在这边工作、啊。我第一步走到都是逛完松山站了。灿坤呢、欸？你妈他妈灿坤有卖脚踏车，我他妈还是第一次听到。哇，这个角度不错，还有太阳。哇，欸、你这样好像拍电影，好像拍那种学生那种。那些年。哈哈哈，干你啊！到圆山啦，四营北头啊，太弱了吧！我觉得我大腿已经有那个硬块。我在海美直骑的时候，我的这个位置很痛啊，很痛。我也是，因为它，虽然我是海能骑，但是它会一直撞在椅垫这个地方。其实我也海能骑，但是真的最受不了就是他妈的那个坐垫，真的是。感觉坐垫应该要再弄软一点。这个洞到底是给我们放懒蛋还是放？啊，放这洞好不好？放屁比较痛，是这样吗？应该是放老二吧。放老二，我老二差不多是这边到这边这么长，但我不要坐在最后面这边，我应该是要坐在这里。兄弟们要出发了没有？出发，出发，加油，加油！北投关渡，往这边前进。哎，那胖子，你走。不行，不行。身为一个 YouTuber， 说到就要做到。我要听那个浙江阿北去中药店抓药的故事。他就进去中药店跟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要省臭米量，然后再赶臭米量，撕米量都要后干老鸡皮。”啊，
安妮酿肉。我听得懂，我在哪是你酿来的？炒你酿，先炒两两。敢炒你酿，敢炒两两。是你酿的烘干老鸡皮，四两的烘干老鸡皮，十二两的烘干老橘皮。哦哦哦哦。我讲你是外省人啊，这个都明白。是哪里的话，四川的话，浙江。OK， 两裸男有外观展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南部人，没见识。哎，这样子会不会黄标啊？给显马国币，马国币。哎呦，他们当沿路哦，有人家骑车，然后都跟路人说加油。到底是加油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怕人家只会下来骑一下车，加油，靠你！哈哎，我们搞不好这支片上完，捷安特找你业配不可。妈，我什么咖啊？我这种小咖怎么会找我？他就看在你疯这一点上面啊。疯狗赖啊？还好吧，有疯吗？有一点。那你搞啊？我今天原本是要找你去潜水，然后你就把我拖出门。潜水我可以啊。下次啊，要不然明天去潜？今天骑车，好，明天去潜。好，骑一骑，终于有个休息站。牛顿说得好，休息是会走更长远的路。哎，是牛顿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孔子吧？对啊，孔子。你不是、啊、你还对啊你，北西哟，孔子。听起来不对，怎么怪怪的？孔子说的是。三人行必有我师哦，人有烟还是那个梦，就是三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人要烟掉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对对对对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我们到了关渡，好吧，那边就是关渡了。现在还有几公里啊？七公里，还好啊，快了啦，快结束了，恭喜恭喜恭喜！以后这就是我们定期活动。谁要跟定期活动啊？太菜了吧！骑着一点点距离，两个人都满头大汗。哎呀，到了那边往淡水。现在抓有冰吗？7:43，还好吧。从下午快4点才出发，5、6、7、73个小时。先这样，等一下我们继续骑，出发前往淡水捷运站。哎，恭喜！干，我们终于从他妈的汐止骑到淡水了。哇，好爽哦！呀，这脚是怎么了？你就把它插到这个洞，这样子。插。哎，对对对，进去。啊！拿你的卡刷它。来。是啊。剩6块是不是？卡片余额不足。啊，汽车加值啊！一群穷鬼连优卡没钱。所以我要再刷一次。没错。到底要多少钱呢？你刚刚有多少钱？78块。干，好贵哦！我干，哎、欸，我刚85哎、欸，我现在做决定才52块，不是？为什么你的比较便宜，我的85哎、欸？嗯，可能你比较重、啊。干你娘嘞！太以重量计价了。我真的，你有结了吗？结了。那看你结多少钱？绿灯就是结了。哎，看一下我们的凭证，从汐止骑到淡水，总共结多少钱？76。我哇，76、欸！你们都70几块，我都要85。给你们看，哇，真没苦难。现在位置在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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